麻辣鸭肠。我发现我每次刷到这种视频都是在半夜，然后看到这种视频之后我就特别的想吃，所以买回来了，29.9元两袋。喂喂，品名是爆辣鸭肠，配料是鸭肠、花椒、辣椒、孜然、白砂糖、调味料酒、植物油、食用盐、味精，酿到十处香辛料。买来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看到它这个爆辣。你们一般是怎么吃鸭肠的呀？评论一下，开一包看一下。它是这样的啊，感觉跟视频里有点不一样哎，它是黑黑的。150克一包，称一下，150克，这也太准了吧，一克都不给我多。哇，这是真辣哎，倒出来感觉还可以，辣椒也挺多的。我们来试一下啊，大家觉得好吃不？好吃的扣个一，不好吃的扣个二，觉得我上当了的，干什么？看一下有没有想吃的。它还真挺辣，但我发现我嚼到了一个花椒，满嘴都是麻味儿。它吃起来就有点像我们街边买的那种鸭货，但是就是更麻更辣，口感还可以啊，挺筋道的。哇，你像这种辣的零食啊，你一吃就停不下来，确实是越吃越想吃。有点爽啊，辣！刚开始我看他的视频，我以为是那种干干的、脆脆的，但我吃完之后，我发现它是油挺多，不是那么硬。我吃的话，我感觉它有点偏麻。如果要是喜欢吃麻的人，估计会更爱吃。嗯，哇，整个吃起来还可以，就是有点费口水，边吃边流口水。这样做的鸭肠有没有吃过的？